Hello，大家好，这是 Nexus。今天要讲的是日文通识课，那看一下日文通识课的部分已经讲了，大概讲完剩下最后的一章节，然后剩下来就是其他的都是额外的做 bonus 部分做附录的补充。那我们就看过来这个地方，我先把好好把这地方讲完，这是很快的啦。那之后补讲完两个章节两三堂课，我就可以把剩下的单字，就是单纯只有讲单字的部分呢。可以稍微把它讲过一半，那我也不建议大家就直接一个字慢慢的去背它，你就因为它有这个东西嘛，有看回来看一下大概要如何背这个东西呢？就 R E 五 A O R E 五 A O Kaki Kureso Ka Ka Sa Tana Hama Yara Wa 这一个东西就讲到这边了嘛，那大一些东西要去你的就是直接做东西和中心做。做中间做你什么？比如说 people toy，就是它可以用 people toy，它就可以你的中间放在对，就是说人的玩具，对不对？有这样子的变化形态。来看一下哈呢，哈有什么变化？哇嘛，哈有变化成哇，所以啊。所以当我说你哇哈的时候，就表示它是用拼字；然后如果用哇的时候，就表示它用它原本的东西，就是主词，它的后面哇的后面那一个，它讲哈，你看到哈这个东西，但是它后面却是念哇的时候，你就要有自己的警惕说，它后面那一个是可能是主词，所以你要回去看过整个注，看过一个句子完后，你要回头去看那个重要的东西，哈嘛你嘛，那几个东西。好，no 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这个直接讲的话就是的，看写给大家。的，这一个，第二个就是的，两个都通用，两个通用，他没有说两个有隔开来，都是可以通用的东西。好，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再过2堂课，我就会把。这一堂课我先把完成一个部分，然后剩下下一堂课我完成了之后，我会把上面那些的变化先慢慢的来回复习，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太乏味，说什么都是在同一个附近上面去变动的，我们不做一些可能有趣的变化之类的，然后那个东西的变化就必须要到第三本书就是自传，也就是剧情以后，然后有那个剧情。然后还有再加上 vocabulary 句子和章节的变化，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也会带进来那个我把练得一进的话，还要去开始从 N3、N4、N3 这个范围开始要讲授给大家听的，就把 N3、N4 的内容带过一次，就大概会用的就是那个几个嘛，也是一样去做选择题。然后大家就去选择题那些的东西。好，来卡卡卡又就是那个 CH CH CHY，所以 CHY 它是用卡，所以那个读起来是卡 O 卡 O 卡好查嘞。然后 Q King 卡 Kun 卡库卡库。Kinchaku, Ch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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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o 就是直接就是查了。好，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恰，Ucha, U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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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ho，这是有没有看？这个宇宙，这个应该是直翻啦，这个直翻过来的那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词可以做这个东西吗？cosmos，它就那个谐音叫做 cosmos，cosmos 就是那些小行星的意思。那这个它 cosmos 翻译直翻过来就会变成这一个 q u q u q，有点类似这个概念啊，大概都是这个概念之中。q，因为这个哦 u 嘛，c c y u，然后再加上个 u，然后卡 u o q 卡，q 卡 q 卡，好来看一下。你看一下，q 虾子虾库，q q 虾库，啊，看一下他写的话，都是把它写一个词，一个米字旁，然后再加一个词，
下。就是这一个，我看一下，它应该有在这个地方，有，就是这一个虾苦。我看一下它的答音是说虾苦。好，虾苦这一个，这个音就是注解，注解中的注释。看到这个有没有注解？然后这个是注解，字解释，它是解释的释的缩小版。它都可以通用，它这个东西都可以通用。秋塔、秋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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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家庭教师嘛。秋秋里秋里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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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郁金香。我不知道它的讲英文，我不知道它的英文要怎么拼诶。好。来看一下下一个阶段，秋萨库，然后一样嘛，它的名字都是加 HU，把它去掉它的尾音，然后把它加一个音，加一个主音跑在后面，秋萨库，这是著作，然后秋森库，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去。尿尿尿尿，为什么叫尿？就是它是撞声词，它是尿，就是猫咪在叫声尿尿这样子尿。你可能跟别人吵架，或者是跟大家，或者猫跟别的动物互动，跑出这个声音。来看一下，妞，好，妞样，来看一下啦，妞喵啊尿尿。来看啊，尿尿，这个是三个音的，然后这个都是并在一起的。好，来看一下，这个一样都一样，雅跟雅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一个。你看到这个就要知道这是片假名，片假名它的字都是尖的，然后如果是平假名的话，都是。在这个都是圆滑的，外观是圆滑的。好，new，来看一下 new 的发音，new，然后中文没有这个发音，所以它有很多的词都会看不懂，或者是你没有听过，因为你没有接触过，就你可能会觉得啊很难很复杂，我学不下去。那其实你只要会打，然后你会念一下，那不会到很难。但是重点是你要，当然是你要有心去学这个东西。对啊，我也是这样子呀，鼓励同学去，同学也教我嘛，同学也教我等的东西啊，让他也互相关怀，然后去教给自己，很多人的会帮忙你之类的。你有那个想要做到的东西的话，那你只要努力的话，你只要对的方向去跑的话，就比较不会被，就比较能够找出自己的路。New Gaku，这一个嘛，入学，那一样，入学它的字，看一下哦，好像没有这个音，怎样？它发音，Gaku 这一个。来看一下 new 嘎苦，new 嘎苦的学生，这都是学生的东西 new 嘎苦。然后来看一下 new aki aki，然后 news，这一个最简单嘛 new news，好 new yuka。好，来看一下为什么后面还会有一个 new 的东西，它还要发音都是在后面，然后它把那个改变。
好，来看一下 New Lai，这个很特别哦，这个是他们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所以我才知道。像有的时候有些字并不是你不想知道，而是说有时候这个东西比较偏门，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应该是佛教，除非你跳过去日文的，然后去学日文的佛教啊，不然你不可能会碰到这个词汇啊，对不对？没有意义啊，碰到几率很少。那也是职业日文也是这样，很多人学到后面都很差。就是学得很差的原因，他没有进入职业职场反应，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去无存精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个东西被消掉多余的部分，让它有一个精华的留下精华的所在。而那个东西的话，就是职场的日文是最精粹的，而且最难，因为你到后面的时候，你总是得面对要跟别人用日文去讲话嘛。哦还有。然后呢，可惜他 coso，有了辛苦，有那个是 must 的，有几句我可能都讲不太通顺。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现在是用直接去念的话，我只能念其中几个句子比较知道的，但是我也只能讲几个句型啊，什么 v 啊，什么 n1v，然后 n2，2 就是两个互相念及物动词的东西句子，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学日文就跟学英文一样，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发现那个日文的那个句型其实比较简单一些些，比英文简单一点点。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念的东西是偏颇，因为我已经念了一阵子了，已经把一本书给念过去了。那再加上呢，以前大学的时候，大学很多的东西有那个飘，他们的那个的条件都非常的严苛，所以那个刷我被刷掉，我那时候是想去念那个日文的那个专题课嘛，在开那个专题课，然后就觉得我就想说，哦好啊，有这样课，我就报名吧，然后结果我就被刷掉，我就真的被刷掉，很伤心，那时候很伤心啊，就说哇，连这个东西都拿不到。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接触日文，那我也鼓励大家继续做日文的处理。好，来讲太多的奇怪的事情了，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六，好，你六六蹦蹦六蹦五六蹦五六六蹦，六蹦。你有没有 B 哦？BOU，你有没有就女房妻子的意思。好，来看一下，Haku。来看一下 Haku 吧，Haku。来看一下 Haku 的地方。好，来看一下，haku，haku，haraya，然后去掉，他把那个音去掉嘛，h1b1的部分把它去，bi 把它去掉，就把去尾，然后加 y，跟那个英文的那个编号一样，就什么去一，什么去一，然后加 yaya 那种变化是类似的。好，那它去掉的部分，它的独立来看，yaku。Haku 和 Haku 眼，那两个要分在一起看。好，那个 Haku，Ha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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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Haka，de。好，来看 Haka，Haka，de，Haka，Haka，de，Haka，de。然后来看一下 Biaki，Biaki，Biaki，Biaki。好，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叫做类似的概念，那就那个是 hiaku，hiazi，hiazi，hiazi，然后来看个 hiamenda，hiamenda，那这个就过去，这个就不要背，这个太难了。好，来一个 hiaku，hiaku，hiu，hiu。好，来继续看下去。好，看一下 hill，hill
好，他看一下，所以他那个东西是变化，然后这个叫 HI 嘛，它是有字母 H 加上字尾音的 J，然后所以它的 Q H 加上字母的呀再加下去，然后变成 O 去尾，然后再把母音变回来。好，这大概是这样，只要。Heo 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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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o，好，heo heo heo 吧，heo 派，裁判就是那个委员嘛，就在学校都会有那个委员去做评断，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有一些赛事的时候，在一些赛事，比如说奥林匹亚之类的话，就是用这个东西当做。好，来看一下 heo 卡 heo 卡 heo 卡，好，来看一下。Biu，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很重要，这个东西是 PB，一个是 H 音发音，然后另外一个是叫 BY，啊，这一个它去尾，它直接一样的动作是去尾的东西就会把尾巴去掉，然后再压哑，叫 Hiaku。Biaku Ken King Ken Bing Biaku Biaku Ken Biaku 就是这个三百壮士的三百，然后 Biaku 是护士嘛，然后我同学就是护士，所以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日文的发音了。好，来看一下 Biaku。别，来看一下他的谬论，biu，biu，biu，loi，biu，loi，biu，loi。好，来看一下，b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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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是叫 view 啦，v i e w 啦，它是应该是要这样。来看一下那个，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日文那个键盘要怎么输入哈。Ctrl+Shift 这个给大家看第一个变化，它总共三个变化嘛。Cap 嘛，Cap 加。啊，看一下，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是拼假名，我直接讲好不好？这就是平假名哦，不对，这就是平假名。来看一下呢，A E，等下看一下，A E I O U 这样子，好，就像这个，所以你那切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去切换，然后 Cap 加上 Shift，然后 Cap 加上 Control，OK，来这个最后的概念，好，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标古。
Bill，来 Bill 发音，Bill 嘎嘎嘎 Bill 嘎 Bill 嘎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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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B U N B U N B U N，好，来看一下，病嘛，病院，这上面就是直接翻译成医院，翻译成病院，所以这个很好懂。然后病气这个就比较特别，他把那个称之为翻成日病。变成一种气体，它是处理的对象，都是变成去除污粒的脏气，污粒的脏杂气那个东西。好，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好，票库票库这一个很特别，它是有票子，因为有看到这个吗？一个是圆形嘛，有看到。看到这个是圆形哦，对对，它有那个左上角是第三个变化，第二变化之后，它第三个变化就是从 B 跑进去做 P，H 然后 B 然后 P，这样子 H B P 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它跑到这后面这个嘛，就是 B 这个后面，然后呢看一下，打给大家看。有时候我不去直接打，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有些东西我怕讲错。我们这样发表。嗯，loku 哎，loku ben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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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ha biu ha biaku ha biaku 8万800万，然后看一下都怕哭嘛，就这样子，它是一个佛教的概念，佛教有一个东西叫寂量无限大，所以这个就是说佛教来说。会重复的轮回，然后重复的轮回，然后会数量会越来越大，变成无可计量。好，来最后来看一下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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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com computer 这个是叫 computer，但一般说是不会念这个东西，但 computer 日式英文就把它变成 computer。好。那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观看。那下一次之后的介绍还有两三次的课堂，我就差不多东西会念过去了。然后把单字的部分念到那边，已经单问都有一个词库了。那这样词库有了之后，就开始背文法，文法有之后，我计划在做那个阅读的文章。好，那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观看。